Hello Carol，我相信你应该是收到我的礼物了，对吧？为什么我要送你这些礼物呢？我是希望了哦，2018年的你可以天天开心。还有呢，也希望呢，你也活得在2018年里了，你可以活得天天精彩。好，希望你喜欢我的礼物。你成功了，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狂的礼物。你成功了，大成功。这个啊，很好的伪装啊。Beauty product， 今天呢，我要来做一个开箱。对，没错，就是开箱。其实就是因为我跟我的 YouTuber 朋友呢，有相约在一起交换圣诞节礼物，然后就是每一个人都要送出一份好的礼物，还有一份坏的礼物。然后我的呢，就是送出给 Michelle 一个好的礼物，然后送出给 Brandon 一个坏的礼物。他们的开箱，你们也可以去他们的 YouTube channel 看。然后我收到的呢是来自 Johnson Miao， 还有 Baby Akio 的。Johnson 应该是送给我坏的礼物，然后 Akio 应该是送给我好的礼物。那我现在先来看 Johnson 的礼物。你有看到后面吗？其实就是我仓鼠的家，我的 Hamster 的家。我觉得摆在这边特别适合。所以 Johnson 是送我好的礼物吗？是这个耶，是我混乱了吗？应该是我混乱了吧？这个应该是好的。哎，先不要说，才开始。我明记得他送坏的礼物，果然是坏的礼物。送给你，每当你用它的时候，都会想起我们那段开心的时光。祝你来大姨妈快乐！两位狂人送我的礼物果然是非一般呐、啊！哦耶！我的声带已经不是很好了，现在受到惊吓，然后100% 走音，请各位请包容一下 ，Carefree。阿Q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这个是什么？听很多人说过卫生棉条，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它长什么样。这是卫
是每条哦，我还真的都没有收过。OK， 所以我蛮 surprise 的。今天呢，这一个会是我收到比较好的礼物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的心情已经难以言喻了。但是这一个对我来讲比较新奇，可以试试用。对不起各位，我以为今天会是一个蛮 surprise 蛮开心或者是蛮温馨的一个开箱，但是我没有想到呢，我的朋友都很狂，送来给我很狂的礼物，然后我就很不知道应该给什么反应。没有发现我脸好像是越来越红。好，那对不起，如果说对不起，如果说这个开箱影片让你们某些人如果说这一个开箱影片呢，让某些人感觉到有一点不舒服，或者是觉得有一点不舒服，对，那就很抱歉啊，因为这也是一个惊喜的礼物，我本人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，虽然跟我一开始预想的那一个温馨浪漫的开箱有一点出入，但是总体来说还算是蛮 surprise 的，刚好我也需要用，这样子我可以库存在我的 office。谢谢 Johnson， 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抽签抽到你的话，我会特别特别有